弘一法师的五句话渡了无数人。一，凡是你想控制的，其实都控制了你。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，天地都是你的。大道至简，无欲则刚，无为则无所不为。二，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，离开是因为还清了。前世不欠，今生不见，今生相见定有亏欠。三，不要害怕失去，你所失去的本来就不属于你，也不要害怕伤害，能伤害你的都是你的劫数。繁华三千，看淡即是浮云，烦恼无数，想开就是晴天。四，你以为错过了是遗憾，其实可能躲过了一劫。别贪心，你不可能什么都拥有，也别灰心，你不可能什么都没有。所愿所不愿，不如心甘情愿；所得所不得，不如心安理得。五，有些事上天让你做不成，那是在保护你。别抱怨，别生气，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，得到未必是福，失去未必是祸。人生各有渡口，各有各舟，有缘躲不开，无缘碰不到，缘起则聚，缘尽则散。